收到很多粉丝的反应，说为什么人跳快乐大赛可以做到第十二期，搞他们全部刷一遍，要将近三个小时，做了他们腰酸背痛。在这边两个建议给大家：第一，你可以站着看三小；第二，你可以使用我们 JC Tank 中学减压透气坐垫。德国学徒专家技术，分散浓度50%压力，超高科技的 3D 空气纤维，不闷热又透气，放在办公室、家里，整个舒适度大幅提升，外层跟内心都可拆开水洗，这功能太需要了。我每天都在弄脏椅子啊，你们应该，你们没有吗？你们没有每天都在弄脏椅子吗？啊，这不是每个人都。每一张椅子上面都有放的哦，大家都觉得今天坐起来特别舒适呢。对，我觉得哦，太棒了！如果想要的话，可以输入我的折扣码哦。就这样默默开始第十二届忍上快乐大赛。今天实在是太香了，终于这个场合只有我一个男生，没有其他靠男生了，太棒！好多集都是这样啊。对哪有？你讲的好像我是只故意找女生比较多一样。很多集都是这样，我上次来的时候也是啊，对吧？我是吗？屁啦，真的。因为今天是算是大家是网络上流量女神，今天来到这边。哇哦 ！Oh my god！ 这边有什么这一集？太流量了，我跟你讲，如果这一集可以破50万，下一集我直接追到点。那我们还是一一欢迎好了。好啊，一一没来，那我们欢迎子子。子子算是再度归队。对啊，我是第二次来的哦。哇，你上次来有谁 ？Dora， 然后阿姨 ，Alice， 还有一个是谁啊？娜妮。哦，对，不是，她叫妮娜。妮娜，娜妮。最近子子也有发了新的那个作品。对，那下，那下。那你有看过我拍的舞蹈影片？有啊，喜欢吗？现在看看你在看着我，看看你在看着我，看看你在看着我，你喜欢吗？接下来欢迎。好像最近在干嘛？最近呢，就是弄网络设计，然后拍片这样子。我拍大片。拍片。你刚刚手机断掉了。Sorry。拍什么类型的影片？比较偏生活或者是运动，爬山之类的。你会运动吗？啊，我健身田径队的。哇！小时候哦，恰恰100公尺只跑几秒？11秒9。女生11秒9，哎，厉害！怎么可能？你在认真嘞？中年级的时候。那你有测过你现在可以跑多快？现在应该很难跑这么快，我现在只能跑长跑、短跑我都不快。那我们接下来欢迎。忍笑我，先不来，现在他忍不住了，所以他吐。你看他那个打法也不行，他就握着手，然后一直在一二三，一二三。我们今天就改主题，第十二届打法大赛。哎，最近在干嘛？最近在学琴。哇，好厉害哦！哇，好酷！哦，你是有重机驾照的吗？还没，就是现在准备要去考。哦，正在去考。对，然后有试骑一下。这个是怎么弄伤的？那时候有个阿嬷走在马路中间，你为了闪避阿嬷？对，阿嬷。那阿嬷后来有事吗？阿嬷她就说她的脚踢她脚，她的脚这边，她说她磨到皮了。这里、啊？她这里破皮。她这里。哈哈哈哈哈哈！今天要脱鞋子，这里。大家有人脱鞋子？我要脱鞋子吗？你们来过啊？我想说，怎么现在突然要脱鞋了？他们在里面。大家有人脱鞋子，光脚。怎么不行吗？哎，我们都有穿鞋子。烦啊！接下来我们欢迎我们的世界脚力冠军探探。嗨，我觉得影片出来之后，大家一定都真的觉得我就有在练脚力，真的，我真的没有。而且你的粉丝专业的号称是反差女神的韩文，那你知道我的绰号是什么？反差男神，那花儿。那花儿。
刻意在压低。你可以最高可以多高？ Hello， 大家好，我是涵儿，欢迎来到 A4034的摊位，我在等你哦，拜拜。你后面快盯不住了哦。好嘞，今天呢一样很特别，是才不特别的，一样都是从由左至右绕两圈。大家准备了自己认为好笑的影片，我觉得大家是好心，可是很常有人说我们准备影片不够好笑，怎么办？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见仁见智，因为这就是属于每一个人喜欢的，一定他自己觉得很北兰才会笑啊。干嘛走心啊？我跟你讲，如果大家觉得真的那么厉害，而且我在路上遇到很多找我拍照的人都问我说什么时候可以举办素人杯的人教大赛，搞不好改一天大家就觉得我们准备不好笑，我们就欢迎大家报名。那我们今天呢在开始之前一样有我们的豆奶 girl 子子啊，子子子子Thank you.
我觉得这只竹鱼比较可爱。你说到喷，还好还好。接下来我带来这个影片呢，是因为我很喜欢小朋友，然后这个是一个那个他阿嬷在跟他的那个孙子要一起做那个饼干，就他孙子不知道为什么什么都想吃，我们可以看一下。Now we need the butter though, okay? Okay. Sugar? Sugar. Okay, hold it over. Right. Whip cakes. After the sugar. Oh my gosh. Don't eat the brown sugar. Oh my gosh, no. Crack and put it in. Oh, yes.No, we don't eat chocolate. That's right. Chocolate. That's right. 他都没看到阿妈绑不住他，他左手弄完，阿妈左手，然后右手，好可爱，我快笑死。他是一个就是交警，然后抓到妈妈就是开单，抓到妈妈，对，就抓妈妈。哦，我看过。这个妈妈，这个妈妈。这样子骑车不太好。等一下，哇哈哈哈哈哈哈！这很危险，不行！哇哈哈哈哈哈哈！这很危险，不行！太大！是谁呀？你看这个紧张画面是小朋友回头，为什么不买？不在我的。他妈妈不爽是不是？对，他妈超不爽的。然后小朋友他妈妈。好笑啊！我要讲的是，我刚刚不是因为影片，是练他的。你飞回来之后，我靠！对妈妈。对妈。可是他这边真的太湿了，你知道吗？他真的太湿了，真的。大家有没有今天坐电影坐这么久都不会觉得很久？我们今天坐八个小时吧。耶！哎，但真的很舒服哎。对，蛮好坐，这有颗粒，很 Q， 没错的。哎，朋友们也不紧张哦，因为它可以拆开水洗。哇，好厉害！谢谢糖果爸爸。好，接下来是韩寒所带来的影片。好的，那我先不要了，你等下按空白键就可以。等一下，等一下，你先稍微解释。小心，小心。你从哪来？我觉得在后面很容易笑哎，你不觉得吗？明明就丢高妹。我自己比较喜欢看一些很呛的，就是很怪那种，那一种影片。Yes yes。对，然后这个就是会让人想不到，我喜欢惊喜的那种感觉。Surprise。啊。OK， 那我们先看一下。Thank you.
点是这没有那么好笑吧？你们喷到那个，喷成这样，那跟笑点不一样嘛？我觉得这个很好笑哦。真的吗？等一下，我要播这个影片，因为我是一个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音乐人嘛。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情？我没有这件事情吗？有吗？没有啊。接下来我要播这个影片的是，你没有看过这个《铁达尼号》吗？有。我觉得这个人是，他感情之中最投入，我觉得他一表演我就觉得身临其境。粉丝们，现在购入超舒服坐垫都能享有折扣，详情我就放在留言处了。JC 科技里面还有很多酷东西，现在还有活动推出福袋 ，CP 值最高就是这一次，忍完快去逛。我们今天要冲奶吗？冲奶，冲地板，冲奶。你知道我在那边在冲女神冲奶秀？请问，请问咪飞？好，决定了，下一次就是一个奶上摔跤大赛。我要我要成交，我要成交。好，我要成交。卡掉了。